地产集团队赵子豪、陈毅，裁判他们都是上海地产的运动员。比赛的半决赛啊，谁能够进入决赛？第一局比赛，刘诗雯发球，0-0。啊，年龄最大的就是刘诗雯，今年33岁，他首先发球。啊，一般的来说处于劣势，拧拉形成相持。现在陈毅发球。陈毅发球，林高远把球拧起来，形成相持。因为他本身呢是直板，直板的反手直板横打呢，往往呢就稍微。林高远发球。赵子豪刚才一个摆短，三板的这种控制。陈毅调打，形成相持。右手，所以他们两个在打起来的时候，你看跑位就方便一点啊，你可以感觉到。但是陈5-4，短的。啊，就谁赢了谁进入决赛。巴西队的黄友正，女子单打冠军是天津729的刘伟山。啊，今天是第三块金牌的争夺。今年的全国乒乓球锦标赛，啊，这个工作量呢是非常的大，啊，每一场都，啊，平时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顾星宇，啊，现在5-9，拉起来，点，赵子豪发球。要像王浩那样还是可以，但是问题是。他的要求非常高，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啊打出这个水平。啊，能这个变现就变现。短的挑打，形成相持。啊，这样林高远和刘诗雯就在第一局的比赛里已超于平均水平。好，我们来看双方第二局。啊，这个赵子豪。啊，中路。好的，只有20岁，他是国家一队的选手。作为直板运动员，在相持中啊，就看出他这个弱项来了。这次的好，啊，设备生产的好，同时我们的裁判的水平也高。啊，林高远现在发了个逆旋转发球，啊，这个难度比较高。一般手腕在外转的时候不容易，啊，外转的时候不容易使上劲儿，但林，高掉，35岁，啊，接近36岁，但仍然还是属于跟一线的运动员可以角逐。陈毅发球，就在前三板。你看他接发球是他的优势，注意，摆短。8-4领先。现在上海队赵子豪发球，广东队林高远接发球。哦，这个球。现在林高远发球，陈毅接发球，是发球了，啊，这样呢，11锦标赛呢是在鄂尔多斯举行，啊，这个体育馆呢，好，我们继续来看，形成相持，刘诗雯发球，直板的这种速度啊非常凌厉，而且另外一个呢就刘诗雯啊，他也经历了丁宁。啊，是输给了新加坡队，在团体比赛中，那这些呢，并没有影响他。
还是运动委员会的主席啊，担任这个职务。好。现在发球的是林高远。赵子豪接发球，漂亮！赵子豪发球，半高抛，短的，拉起来，反拉的时候也很快，啊，这个就是双刃剑，失误多，但是一旦打到了就会得分。为大家，这个转播。在这个之前啊，已经有两个冠军都已经产生了，漂亮！反手啊，有弱点，所以他必须要想办法在，对攻的时候尽量侧身。国家青年队的鲍华磊拿到第二，河南队的牛冠凯获得第三。赵昭燕、孙明阳对山东队的刘丁硕和孙艺珍，那对呢，现在打成了1-1。现在林高远发球，好的，赵子豪攻，不是手指用得好。赵子豪切发球。林高远发球，赵子豪现在摆短，刘世仁摆短挑打，形成相持，球不出台，啊，这个是很难做到的。现在刘世仁接发球，赵子豪发球，刘世仁摆短，形成相持了。装的这个20岁的他的一年，哎，就这一年。刘世仁发球9-7，半高抛，这种球是非常棒。啊，这样第三局比赛结束了，11-7。陈毅发球，第四局。拜拜。好的，他的怀里，但是他这个柔韧性，包括他的控制，啊，这版型掌握的还是很好。啊，这就是打球的高的地方。拧拉，连续。以前的这个各种赛事，到18号的时候，就是男女团体的1/4和半决赛，啊，就是女子团体决赛。晚上7点就是男子团体决赛，啊，这样呢，啊，这个9天，好，有很多外地的朋友，啊，都到这儿来观看比赛，啊，有北京的、天津的。啊，那啊，开着车，到这儿来观赛，所以看到人们对乒乓球啊，还是非常的喜欢啊。什么原因啊？这个还要很好的研究研究，因为我们更希望的是全场能够坐满了，这个运动员才来劲儿啊，风劲火势，火速风威。出色的运动员没有来啊。我说你看，像许昕这样的运动员都重新登场，多次观众能看到啊这些这个著名的选手，但是呢，因为就有些弃权，这个7-9，上海的陈毅发球，刘世文接发球，现在赵子豪呢做了一个手势，由陈毅发球，刘世文接发球，刘世文摆短，打起来形成相持。刘世仁又是一个赢钱的一个快的混合双打的决赛拳，形成相持，10-9，现在刘世仁发球，赵子豪接发球，赵子豪摆短，挑打一个斜线，直接进攻打到中路，这样刘世仁和林高远就以4-0的悬。